傲娇爸的养猫日常，订阅我们，开启小铃铛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Isa， 这是 Uni。大家知道傲娇爸很喜欢偷看 Uni， 每天都会在我房间门口观察 Uni 在做什么。他怎样看？你歪着头看。不要拍我了。你看他比什么？病得很严重哎，你这个浴猫，看了我就酸了，是万酸。有一次买了新的玩具给 Uni。没出息。看到没有？他跟你乱弄，管你跟我没关系。干嘛？这样啃一啃，再把猫都啃光了，然后就头发还不动。再换一个新的就好。电池没有的话，你自己去买哈。这样消耗电太快了。喜欢这支影片，帮我们按个喜欢，订阅 YouTube 频道，开启小铃铛哦。那我们的目标订阅破十万，傲娇爸就会为我们献上一首歌哦。一起追踪我们的 FB 跟 IG， 融入日常生活哦。喜欢我的朋友也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还有追踪我的 IG 哦。谢谢大家收看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你不要欺负他。
我的手机啊，手机啊。因为我刚摆这里了。